大家好，我们是 Mary See the Future。Travis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团，而且他在音摇的领域里也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。推荐给大家，你们一定不可以错过。7月26号，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我们 Travis 演唱会见。Oh, no, regret.